哦，亮亮，哦，他自己宣武亮亮，你第一时间知道你要回来帮千玺跳的时候，你那个时候的心情，就开心啊，像回娘家一样吧。 本身我也是依然装置的嘛，然后刚好就是也是帮依然装置回到了这个感觉很熟悉的一个舞台，还能去创作作品，然后还能跟新的成员一起这样去跳舞，我觉得就是一种比赛的感觉。 推翻作品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商量看完以后也觉得不好，然后觉得差很多东西，观众可能想看更多的惊喜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到舞房重新再去花了一晚上时间，就大家都基本上没怎么睡觉，然后去把这个作品修饰得更加的好。 结束之后，结果出来显示没赢了嘛？你有什么奖励千玺说的吗？知道上一集，然后走了5个队员，然后就这一集，然后全员晋级，我是觉得是一个大反转。然后对千玺说，就是我能够再一次就是回来帮助依然装置，我希望大家最后今年还能再拿一个冠军，然后最后燃到最后。 打开优酷APP，首页搜索"这就是街舞"，进入节目专区，更多视频等你来看。